2004年成为锦标赛团体第三名，啊，也是女子双打的冠军。刚才呢，这个打球的这个选手啊，就是双打和李楠配合的啊，是高希啊。高希这个队员呢，今年也是22岁，他是2001年朝鲜公开赛混双的冠军，2003年全国成运会女团的冠军，女双的第四名啊，02年全国锦标赛女子单打获得第三名。啊，现在准备发球的就是陈晴，啊，接发球的好像是高希。漂亮。啊，高希的红色的一面是长焦，而且他的长焦呢是不仅仅是防守，而且有的时候进攻，所以球打过去飘忽不定。一边现在场上比分1-5。1-6。啊，这一球没有完全侧开。啊，作为杨颖来讲，毕竟呢在北京传媒大学啊上学，那么又兼顾打俱乐部，同时还在中央电视台担任这个体育解说，所以从他来讲呢，这个训练投入的时间啊应该说并不是很足啊，只是这一阶段啊进行封闭训练。而且杨颖也说啊，经过了这个封闭训练以后啊，每天啊开始那几天说是躺在床上都动不了啊，所以作为老运动员来讲，要想投入到这种大强度的训练中，需要克服很多的困难。3-8。现在换发球，杨颖和陈晴是8-4领先。
啊，我们可以看到陈婷的接球呢是很特殊的。8-5。漂亮。9-5。双方进行的是第三局，在前两局呢，北大方正的李楠和高希2-0暂时领先。先从这场比赛的大比分来看啊，现在是北大方正0-2落后。在前两场的女子单打比赛里边，范英是战胜了北大方正的常晨晨，孙静战胜了北大方正的李楠。11-5，现在第三局比赛结束。各位观众，2005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啊，有了一些规则上的变化。其中有一条呢，大概就是在第二轮比赛的时候，如果呢你的这个名次，你如果输给了就是6名以后的球队，输给了6名以前的球队的话，6名以前的球队，你比如你是目前排在第一，你输给了第8名的队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而不是说你得一分，而是得0分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防止这种这个让球的情况，鼓励呢那些这个强队啊必须要战胜那些相对弱的队。如果你输了的话，你就得0分，正常应该是得1分，这样呢你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影响了你的名次。